青蛙公主谷爱凌又晒新造型出来了，看看她的全新打扮有多么的令人羡慕吧。就在最近的这几天，那位被誉为天才少女的谷爱凌更新了一条最新动态，分享了几张最新的生活照出来。她在这一次的分享中只发表了两张简单的照片，两个十分寻常的拍摄瞬间。在她的第一张照片里面是她的一张全身照，整个人走在街道上随意抓拍的一个画面。她身穿一件白衣的露脐上衣，并搭配一条浅蓝色的牛仔裤，还有穿着一双白色的休闲鞋。然而她在这一身打扮之下，不仅秀出了她那完美的好身材，同时那双修长的美腿也是让人看了都挪不开眼睛。毕竟她的这种身材比例给到别人的感觉是一种健康又标准的模样，并不像某些女明星为了所谓的纤细修长而给到别人一种竹竿的感觉，那是一种欠缺健康的表现。谷爱凌的身材比例不仅看上去十分的完美和健康，同时一些细心的网友还发现她的这一次穿搭更是一些价格昂贵的奢侈品牌。比如她所搭配的那双鞋子被一些细心网友爆料了是某个知名的国际品牌，一双的价格就要11700多块钱了。对于不少追求身材苗条同时又渴望名牌的女性来说，谷爱凌就是她们的完美偶像。然后在谷爱凌的第二张照片中则是她的一张近脸照，当看到近脸的时候才知道她的这次亮相原来还戴着一副眼镜。她在照片中抚弄着头发，散发出一股文质彬彬的感觉来，简直让人看了都很难不去喜欢她。当她的这几张照片在网络上分享出来后，不少的网友们都在留言区热议了起来。有的人称赞到了她都成一种现象了，这小姑娘确实很优秀。而且有的网友还表示了谷爱凌的空前完美无瑕，是每个方面都非常优秀的一位美女。甚至还有人认为了爱国的姑娘谁都喜欢，更何况为祖国赢得了那么多的荣誉，为谷爱凌点赞。可见无数的网友们心中，他们都十分的喜爱这位谷爱凌，在她的每一次亮相中都称赞和羡慕了这位天才少女。不过这一位青蛙公主谷爱凌，她除了取得优秀的奥运成绩之外，确实也是一位身材完美以及拥有着模特身材的人。记得在之前的时候，她曾分享过其他的照片，在那些照片当中也是令人看了都非常的羡慕。在她的两张 P 图中，虽说穿着不同的打扮，但她展现出来的效果却一点不比明星差，也丝毫不输于模特们。而且在她的一则骑马视频中，她更是大秀出了自己的肌肉状态，在镜头前把六块腹肌完美的展现了出来，让人看了羡慕嫉妒恨。那么在你的心目当中，你喜不喜欢这位谷爱凌呢？或者有什么不同的评价？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的下面。Das war ein Befehl! Der Angriff Steiners war ein Befehl! Mein Führer, ich kann nicht zulassen, dass die Soldaten, die für Sie verbringen... Ist das Feiglinge, Verräter, Versager! Sie ist ohne Ehre!